아시는 사람은? 예. 今天一早我其实是喉咙又是肿，然后我超累的，然后在上台那一刻我还感觉我还没有感觉到我要上台，然后我是一升上去，然后听到大家的尖叫声，我就开始投入，然后就一唱唱唱到结束。看我的部分舞技有在升级吗？舞技是什么？舞技我觉得今天更放松，然后我觉得今天算是目前我觉得最好的一天。很多人说我 solo 的时候还蛮帅的，是可爱了，是帅了，谁说很有 man 了？有 man 了。那今天伟宁学你跳舞像吗？就不像，但他今天蛮可爱的。我从三四天前就听到有台风要来，我想说 come on please 不要来，然后加上我喉咙又感冒，就觉得很衰，为什么要在这个准备要演唱会的时候？台风天其实原本最担心是怕，因为听到人在退票，然后会怕说我会对一个空的巨蛋这样唱歌。我说如果身上去是空的话，我就把我降下来。这首歌好好听哦，如果想继续分享加我的 LINE。 然后还有周星哲只会写情歌，其他什么都不会，然后每次看到那种我就觉得 Oh my god， 你有没有听过我专辑啊？我专辑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呢我最近就写了一个新歌叫 Something by LA， 唱给你们听。最近其实大家有听到我新歌 Something by LA， 也是一个第四张专辑的开始的第一首歌，然后希望可以在年底前发，所以最近在努力。
我觉得这一张，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整个编曲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你们一定会很喜欢。这么成功这么棒的秀，由太阳娱乐为主办方正式宣布开始世界巡回，你好不好的世界巡回。之前有一个妹妹，她只有唱那个怎么了，对，她有录一段加油影片给她。准备好了。